啊，那是水，超级清澈的，清澈到看得到鱼了。好啦 ，OK， 待会调查看看吧。马口鱼。鱼量还蛮健康的啦，都很稀少。OK， 摸大鱼耶，小尾的很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吴白啊。那边的溪水还蛮清澈的，可惜没什么鱼啊，鱼非常少，反而比下游还少，应该是有可能冲下去了吧。好啦，那待会再往上看看啦。好，拜拜。下面还蛮多，马口还有石斑呢。那红猫，来哦，一起救哦！哇，
会席秀来啦！哇，爆摇啊！看得非常疗愈，赞的。西哥跟马口鱼，这边西哥超多的。那底下有石冰，然后上面是西哥跟马口鱼，希望他们能够继续长大吧。Hello， 这一条算干溪之旅。调查看看，钓到，太过分了，也太低了。这边看起来没什么生态，
这边的溪流都很浅呢，没什么生态。OK， 很浅了，下面也没有深潭了。这边或许比较好一点，两条溪交汇，形成干溪，看起来没什么鱼。